建議投資者可以重點留意翻重型機械股呢個行業嘅，因為見到依家暫時就係屬於內地嗰個基建嘅高峰期啦，同時見到咧喺一啲地方嗰個專項債上面咧啲資金咧亦都會陸續到位，同時我哋亦都見到咧，即係隨住依家內地喺下半年經濟增長下行壓力逐漸增大嘅情況之下啦，預計內地咧有機會進一步加大呢個基建嘅力度嘅。咁所以相關嘅政策啊，或者相關嘅因素咧，都會令到一啲重型機械股嘅。咁投資者可以留意其中一隻，譬如中聯重科嘅。咁可以喺7.5附近留意啦，目標價可以擺喺8.5，咁止蝕位咧可以擺10蚊嘅。